即将坐落在高雄澄清湖畔的国家级原住民族博物馆，在经历重重考验后，本周终于在内政部审议通过兴建计划。未来鸟松区约14公顷的土地都将变更为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的土地，并2027年开幕为目标。而听到这项好消息，高雄族人多表示期待原博物馆的设置能为族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每一个族群的文化的介绍导览，能够带动我们高雄市的原住民的工作的机会，然后甚至有产业的经济的发展。如果说有一个固定的就是聚会的地方，有活动的话，我们可以再聚落在这个一个地方。原案呢，大概后续的计划是以2027年开馆使用为原则，所以市政府也会跳下来协助原住民的会。对于高雄多民族的这种的意向是非常是加成。不仅带来就业机会，议员范志清也期待原博物馆的设立能让在地族人增加与世界接轨的机会。而议员王一雄也提到，除了原博物馆外，市府同样也要在年底完成因为地下室以吸气体外泄而延宕的原民故事馆的整建工程。原博物馆在高雄，这个是有它的一个前瞻性，还有它的意义。前瞻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把原住民的文化能够远播到世界各国，让更多的年轻后辈们有一个工作或者是文化资讯的一个寻求点。现在八月过了，那现在还有几个月，因为还有一项的工程，就是他们那个地下停车场，因为淹水的非常严重，有很多一些印尼的设施也是很多一些要改善的。而高雄原民会也回应，目前原民故事馆的修整工程都已在进行，预计将在11月重新开馆。而接下来原博物馆也将进行后续的招商作业，期待高雄成为南岛国家文化交流重地。刘先生老报是高雄市采访报道。